韩国，哒哒，是我目前给大家看的韩国，这就是全部。因为我得罪了，不能离开这里嘛。我是个坏蛋。不过明天就是我出狱的日子，今天我要一个人喝酒，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嘛。这是我的冰箱里，因为我隔离最后一天嘛，所以没有什么能吃的，只有泡菜。然后这是我表妹的，我不知道这个，我不敢吃，我觉得这个已经过期了。然后昨天我又点了一顿饭，可是还没来了，所以我只能吃泡菜。我觉得除了直播以外，我在影片里好像没有喝过韩国的酒。而且快要破10万了，所以我为大家调酒，这就是中正酒。你们还记得中正酒吗？冲冲，谢谢。把烧酒倒进去，然后筷子。好，我准备好了，真心感谢大家，重症，可是为什么没有？干杯！然后泡菜，有人会觉得这个没有诚意，可是真的在韩国没有能吃的话，有的韩国人会吃这样子泡菜，然后喝烧酒，可是比较有年纪的人会这样喝，年轻人比较不会，因为我家里今天没有能吃的嘛。哇，明天终于可以出门，真的好开心哦！我们一起干杯吧！你可以喝酒吧，你们可以喝酒吧，喝，喝！为什么不要喝？不要，不要吗？好，为了大家干杯！我其实今天很想喝台湾的高粱酒，可是我这里附近没有卖高粱酒的地方。可是你们知道吗？我可以把烧酒当成高粱酒，你们知道怎么做吗？我给你们看，这是高粱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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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烧酒。有点清淡的感觉，因为我在美国喝太多高粱酒嘛，所以我觉得，真的很清淡。我现在我有一种我很孤单的女生的感觉，觉得有点帅。我的人生很孤单，很孤单的感觉。我今天特别开心，是因为明天我要去吃台湾料理。因为我在美国时候，我住的地方比较是乡下，所以没有台湾餐厅。所以我在美国的时候，能吃的就是我自己做的台湾黑暗料理。在留言区有人说很想吃我做的黑暗料理，其实我不太清楚，你们真的想吃我做的料理吗？还是你们开我玩笑的？我真的不太清楚。所以我去台湾，如果我给你们做我做的料理，你们吃不完的话，就是，拿鲜饭，你们就会被死的，被我的拿鲜饭被死，你们小心。真心感谢大家，重症，你们小心，你们一定要吃完我做的料理，好吗？说好喽。OK。
然后我给你们看新的技术，其实我没有试过，所以这是我第一次挑战的，把笑组放进去，放进去，这样子。我不知道这个可不可以成功。等一下，可是我看韩国电视剧看起来很容易，为什么我全部撕掉了，也没有卫生纸，我都用完了，没有卫生纸，为什么我失败了？等一下 This is Sparta!的关系吗 ？Nope， 浪费久了，这怎么办？已经三秒过去了，我的浑身都是酒味道，好香。干杯！谢谢大家，中奖！你们小心，干杯！今天不用洗澡了。哎呀，对，我上次开直播的时候有人说有没有看过花冠初上，花冠初上我以为是台剧，所以我就是查一下花冠初上到底是什么，真的认真查一下，然后我整个吓耶，诶，花冠初上这不是是骗吗？然后我被托剧，而且却给我推荐《花冠初上》，这不是台剧吗？你们真的很过分！你们小心，我很凶啊！我生气很可怕，我要去厕所，厕所，回去厕所。这，我的厕所。这样做好吗？这样做可以吗？那我要去睡觉了。